有美食，有好歌，也少不了人物访问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内地歌手邓孝慈的访问花絮。你说孝慈他会不会觉得有点小晕呢？问到尖锐问题，你必须得回答。我觉得再尖锐也尖锐不到。我想给他挖个坑。1998年出生的邓孝慈今年才23岁，但已经有了自己的原唱歌曲和首张迷你专辑。而对于未来的发展，小邓也是规划清晰，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。外貌足够稍微到一个程度的话，肯定大家会有最开始会有很多的目光聚集吧。过多的目光让你成为焦点之后，也会造成过高的期待。平日里邓孝慈的生活除了音乐还是音乐，无用的社交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负担。只是没有兴趣。熟人不过半的活动坚决不参加。是。好，熟人的我都不一定去。熟人都不一定去，别说不熟了。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公众人物出现在百视 TV 接受访问，想看他们的真实人生，记得锁定关注哦。记者将。